酷，我觉得就是酷在就是你敢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做张边就是我跨出去的第一步，让我进一步尝到了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把它抓在手里面之后，然后带来这种满足感跟快乐。朋友们习惯称呼我为张边是以南，但是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这个张边文化里面从事张边制作的这么一个手艺人。他每次跟我说，你有空要拿啤酒泡一下。对啊，拿啤酒泡一下。从来没泡过。是一个不遵医嘱的客人。第一次接触张边是我一个玩小轮车的舍友从杂志上面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然后他当时让我们也去做这个造型，但是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造型，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的，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时是其实并不感兴趣的。我在自己去对张边这个文化的了解的过程当中，我对他就是逐渐产生了兴趣。I have a rendezvous beyond my beloved horizon. 起源于当时一些航海的水手，他们的淡水资源非常宝贵嘛，然后他们就会把头发扎成张辫的形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寄生虫在里面寄生嘛。那其实在国外的话，它是有一个专属的英文单词的，叫 dreadlocks， 在牙买加那个国家是比较盛行这种文化的。轻巧其实这个词也挺合适的，很到位。别人不接受这个造型，然后觉得这个会比较奇怪，然后把这个定义直接放在他的这一个身上嘛。甚至还有那种路人就劝我，他说：“小妹妹啊，这个头发真的很不好看，怎么样怎么样？我建议你赶紧把它拆掉或者什么的。”就是，其实就是活自己的，不用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是说做一头张辫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他只是一个尊重于他自己的这么一个人而已。平常睡觉或者运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头发散落出来，然后我现在等于是重新把它整理，就是勾回去嘛。客人过来之后，你要先将他的头发分区，所谓的分区就是将头发按照一定的单位去把它分成固定的区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有助于你去把张辫从它是散的状态，然后变成就是张辫完成的时候这么一个棍状的这么一个形态。我会把做张辫做完成之后这个状态叫做完成一个作品，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就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最长的花了将近48个小时。这是拿那个棉花棉花毡，直接扎辫子那样子扎上去，不用扎，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套上去就可以了。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去给别人做张辫，其实就是我自己休闲的一种方式。现在说来很尴尬，因为做张辫没办法就是满足你日常的开销，它的经济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姐，我们过去吧，把你老公借我一会儿啊。这样给它断下来，然后四个角固定住，剪下来之后面料再一层一层挪上来。我现在其实是就是回到我自己本专业的这么一个工作上面来吧，现在还是在做服装设计这一块。就是你走你的风格就可以啊。其实他购买这件衣服就是因为他认可你的就是设计的风格嘛，然后别人会过来找你做张辫，其实除了他对这种张辫文化认可，也就是说明通过简单的沟通他也是认可你这个人的。现在就是本着自己会热爱设计的这个态度，然后把这个品牌好好做下去，然后在有了物质之后，我想把省内啊还有甚至像省外的一些
藏辫是有一个场地，然后来完成这个藏辫的制作，要做一个专业做藏辫的这么一个工作室。